诶，这边也没人。啊，要不就这里搜一下吧。来，那个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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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。还是可以去一下的，那个地方，估计刷圈应该，来，上车吧，兄弟们。等我一下，我拿到三级标跟三级甲。这么肥的吗？那你干脆再买把枪，保护好你的三。有人打的，哦，别人打了，有狙的可以瞄一下，瞄一眼，看那个前面那个标点那里有没有人，楼层瞄一下。目前是没有。哎，这个炮哪里打的？哎，哪里打的？哦，有人，有人，屋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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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，别过来啊！二号翻车了，二号翻车了，我找到车了，翻车，啊，枪拿好准备哦，搞不好有人哦。好的，有车啊，前面有车啊，有人呐、啊。可能有人啊，这边这个出口看到一辆豪车，洞口至少有药，有药有饮料的先喝一些。不进来的就讨厌了，真的不进来，好像有人来的哦。哎，你们的那个洞口不好出吧？来我们这里吧，来我们这里出吧。要说来，对，这个他喵的洞口一直在，别出，不能出，走，撤，回去，换个地方出，走，小心那边有人啊。快走快走，趁现在还没有毒，快点快点！三号的洞口已经被堵了。我操！这里面三个，实测，里面三个狗子了，我操！六级毒，二号，前面人，四号有机会哦！我操，我走出去，他妈的三四个枪响对着我，操！就是刚才洞口的人进来，里面猫着了，刚才是。这个七阶段的话有点疼啊、哦，你看能不能往这出？这个三号标志里，看能不能摸一下。先到洞口的话，你就安全了。
十几秒，你跑吧。哎，你这圈中心。哎，那等一下拼药，不用出去。我操，等一下拼药。那你洞口里面还是有人啊？看谁先毒死啊？来了，小布森。没事，他们还没进来。你有那个小药，准备先打。哎，第八个圈，我操！你看能不能找到圈中心？啊，是圈中心，对 ，OK。他们都在头上，上面跑的噼里啪啦的。那还有两组哎，这样还有两组要打哎。是还有两队啊，但是他们没在下面。没事，你到圈中心那里去。准备好打药就行了。回去吧。哇操！就怕你这样子。哎呀！退出来吧。